今天我们来的真是太巧了，正好赶上琉璃子小姐激情热舞的表演。嘿嘿嘿，大蓝公子啊，我们今天的艳福不浅呐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估计我们又是沾了纳兰君的光吧。要说艳福啊，谁比得上她？黑头皇后。哈哈哈哈哈！纳兰君。 纳兰少爷，纳兰少爷，欢迎欢迎。纳兰怪我们琉璃宫今晚蓬荜生辉呢，果然是有贵客驾临呀。玲姐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来来来，纳兰少爷，喝一杯。来来，从今往后你要好好招待纳兰君，他可是刚踏进门，一眼就被你们的头牌交际花迷到三魂不见了七魄呀。玲姐。 你看怎么办呢？琉璃子谁能不爱呀？东少好眼光，赶巧了这丫头一个月也就上场一次，要不待会儿让她陪东少跳个舞。不用了，舞就不跳了。东少，您今晚来这儿不想跳舞？今天不跳。这样吧，老板娘，今天把你们这的酒都拿出来，所有客人的酒我来请，让大家玩得尽兴。 东少果然是出手不凡呐！来来来，喝喝喝喝，来干一杯，干杯！兄弟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不是不来的吗？ 以前是你告诉我要少来这种地方的，啊？你看这多好啊，咱俩以后一块独楼。哎呀，拉倒吧，我才不和你扯在一起，才不和你同流合污。哎，你说你伤害了多少无辜少女，伤害了多少颗心，你自己都数不清。你来这里是醉生梦死，忘记自己的罪孽。我来这里。 是要拯救一个完美无瑕、却陷于污泥的灵魂。看你这话说的，有那么伟大吗？那我还真是不了解。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大好人，但我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圣人。哎，那就谁啊？哪个？快说说。 不肯说是吧？行，我就说呀，男人在女人面前早晚得翻脸，这算哪门子兄弟？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我去玩我的了。跳挺好啊，来跳一个。你谁呀？看表演到一边坐着去。 哈哈，小妞还挺横，不知道有谁啊？今天让你领教领教。哎呦，东少，琉璃子她还小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
收了我的礼物，就是我的人了。混蛋！哎呀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都怎么了？干嘛？我纳兰诺还没有被女人打过，你是不是活腻？哎，纳兰少爷，干什么你？这丫头比我嘴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来呀，这不好意思，谁呀？啊，你干嘛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我怎么收拾你。来呀，谁跟你抬举？别胡闹，行不行？你等着。既然结婚了，表演完了，那咱们继续跳舞，丫头们赶紧的。哎哎，继续喝酒啊！ <笑>您慢走，慢走啊！<笑>哟，大佐，欢迎欢迎！<笑>您这是听说有抗日分子混进这一带，每家正在营地的店铺都要排查一遍，你们要配合。大佐啊，我们这儿您知道的，来这儿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哪里会有什么抗日分子啊？ 您这样荷枪实弹的，着实会吓到客人的。敢违抗日本军人执行公务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不敢不敢不敢！佟经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衣服也不穿，成何体统？有个男人混进来，把我打晕，还抢了我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他长什么样子？跟我差不多高，留着一头。 不行了，刚才我没来得及把情报告诉曲凤，现在交给你。武装小米计划就在日联馆秘书长秦水安的家里，我不要拿到手，我要让他们的计划得逞，国长他们在华的武装实力侵略中华。知道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我已经不行了，帮我，别把我留给什么日本，我得陪你走啊。
睡吧，小可怜。对不起，你第一次来看我表演就出这么大的乱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儿特别危险啊？我只是替你担心，像你这样纯洁又弱不禁风的女孩，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会是怎么样一种亵渎？你怎么知道我纯洁？你的眼睛会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眼神告诉我，即便有再复杂的经历，有再多的困难和危机，你都有一颗水晶般善良的心，晶莹剔透。不对，你的剔透还带着最美丽的色彩，所以你是琉璃，对吧？你才认识我几天呀，欧阳警长，你就这么了解我了？你的一举一动，从我见你第一眼起，就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脑海。我是探案的专家，难道这一点都看不透你？哦，原来你把我当案子来破啊！我这案子你破了，可是没有赏金的。有些人认识了十年都不会觉得亲切，可有些人只见一面，哪怕不见面只听声音，你都会感觉和他认识了数十年，这种感觉既熟悉又亲切。你怎么说了我想说的话？可是我只是个舞厅的交际花，哪里值得你这样的厚爱呀？坦白说，如果你不打算为爱情做点傻事，你就不配拥有爱情。哎，你那个朋友，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纳兰，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浪子，不过偶尔你会看见他非常认真的样子，那很吓人。一般来说，他都只是在开玩笑，他从来没有为一件事或一个人持续认真超过一天。所以你也不要为他那些胡闹的行为计较，不知道。真没想到，他还会杀人。我也会杀人呢，可我杀的那些都是作奸犯科的坏人，不杀他们，怎么保护好你们呢？杀戮就是唯一自保的方式吗？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，冤冤相报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。别想了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车，你别走，我怕。好，我不走，我陪你。喝了一整夜了，现在天都快亮了。这件事根本不是你的错，你怎么喝太伤身体了。那个情报员的死是无可避免的，他身受重伤，根本无法逃脱。如果落在深谷手里，只会死得更惨。你何必为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折磨自己呢？别喝了。如果连这点心理基本承受能力都没有，那你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特战队员的基本素质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我看见一位同志为了他的理想付出了血的代价？素质，你跟我说素质！别喝了，东。出去，出去！
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怎么不喝了呀？知不知道今天几月几号？啊，每天都在房间里喝得昏天黑地，是吗？我陪你。你不想喝死吗？不醉死都不行啊！嗯、啊，死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怕的是像现在这样痛苦的活着。怎么了，大蓝少爷？那么潇洒不羁，为情所困，说清楚哪个女孩？说。别逗我了，你觉得我笑得出来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小五的事，小五的牺牲是要换取任务的完成和情报的传递，不是你的酒醉不行，还要这么颓废。曲凤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你不想这样，我组织特战队来上海潜伏，刺杀日本人，盗取武装抢运计划，是因为我痛恨日本人占领东三省，我以外的同胞，我痛恨他们把一个没落的王朝挡在前面做傀儡，还美其名叫什么满洲国心计。我原以为我可以在上海这块我热爱的土地上面一展拳脚，甚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我跟日本人拼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难道没有背弃我最初的愿望吗？也许真的，只有花天酒地的生活，才能麻痹我的痛苦。我告诉你，小五不是因为你而死，你没有必要这么自责。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士，因为他有着崇高的信仰。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，为了那些人的生命，这种死是值得的。换作是你，换作是我，都得死在那儿。知道战争的残酷，所有人才知道和平的可贵。想想我们特战组的每一位成员，我们都有着崇高的信仰，我们不也正在付出自己的热血、自己的生命吗？为的是什么？换取早日的和平。你记住，你身上背负着的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希望，所以你得坚持，这是你的使命。没有你那么坚定的信念，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能力，有没有能力背负起这么大一个希望？兄弟，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是不自知的，他们都是做好每一件平常的小事，然后悄无声息的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小姐，还在生我气啊？脏死了！这哪个乞丐的床啊？这被子，哎呦，几个月没换了吧？你看看脏的，连蛆都快跑出来了。于大小姐，我真不应该在我生气的时候向你发脾气，我向你道歉。希望于大小姐这次大人要大量，原谅我一次。不必了，这万一纳兰公子哪天又心情不好把我赶出去，那我还不得流落街头？我知道了。我得帮你做老妈子，帮你收拾屋子。来来来来来！啊，别！我哪敢让你给我做老妈子？我一定收拾好。我还帮你也收拾好，我给你做老妈子好不好？我向你赔罪啊！哎，对，让他给你洗厕所去，洗到你满意为止啊！对，就这么定了、啊。他说的对，对，我给你洗厕所去，现在就去啊！回来。哦，我回来。哪有那么便宜？想让我原谅你可以。青蛙跳会吗？青蛙跳。会是会。来吧，来呀、啊。
雅拉。啊。呱。呱。呱。军训哪了的？那梦游，以为这厕所呢。千万别在屋里乱拉。拉你的腿！我拉你的腿！哎，让让让让让让！哎，我胖子，楼上的全在这儿了。哎妈呀，累死我了。石头哥，就你知道累是吗？就你辛苦是吗？啊，就扛这么点东西下来，你在这儿跟我嚷，我这扛着200斤的肉，我在这儿工作了一天了，我嚷过吗？啊，人家曲峰银行行长坐这儿坐一天了，人家嚷过吗？我就你知道累，赶紧楼上还有东西搬上，快！我跟你说，我宁可拉黄包车，我都比扛你这玩意儿强。是，最起码我能看看上海滩繁华的十里洋场。是，128过去大半年了，哪儿哪儿都恢复元气，到处都热热闹闹，运气好我还能拉俩漂亮小姐，能聊聊闲天，哪像在你这儿对着你这死胖子。对，我这挺辛苦的哈，要不是我这贸易行啊，咱们特战队资金上哪儿筹去啊？赶紧给我干活去。去。哎，没人性啊，老大他没人性啊。生骨头都来了。生骨生骨上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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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谷大佐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不在，改天再来吧。纳兰君不在琉璃宫闻脂粉味，怎么有空跑到这充满铁锈味的贸易行来了？原本啊，今天我是跟老板一块去闻脂粉味的，老板的货在码头出了问题，把伙计去码头了，留我一个人在这给他看店。你看这儿正好盘点，那乱着呢。哎，大佐，你没看见门口盘点的牌子啊？啊，你不是来买东西的。我是看见了，可是我听说这西岐贸易行专门买卖各种好玩的器械，所以特意来找艾老板请教些事情，没想到走到门口就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，一时情急就推门进来。我这人呢就是好奇心强，看着这些东西没见过，我就鼓弄鼓弄，不小心就把东西弄地上了。纳兰君怎么说也是好身手的人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哎呀，别人都是下人弄这些东西，我哪会弄这些东西？今天可能是一时不注意吧。纳兰君怎么今天不带下人来呢？那两个是叫小顾和阿木吧？大佐，我怎么听你说这话这么别扭呢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请纳兰君转告他们两个，不要以为提供了假口供就能瞒天过海，一旦让我找到了证据，他们两个包括伙同他们的那些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怀疑我的下人，不就等于在怀疑我吗？在凶手没有落网之前，派对现场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况且事情发生在纳兰君的地盘上，那不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朋友，我怎么想都觉得怀疑你合情合理呀。
我送您大佐。慢走啊，大佐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干嘛呢？你这是？老大，胖子要走，让我走！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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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了？他怕了？你不怕？你不怕？刚才陈谷在里边，你怎么不进去跟他做你扎木？你我哎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我行行行，行了。哎，老艾，陈谷已经被我打发走了，就按咱们之前说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是，你是暂时唬住了他。你刚才听申谷说了，一旦他抓住确凿证据，就会来抓我们去严刑拷打。我跟你出来打日本人，那是因为我爱国，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爱国。可是我更要命吧，俗话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现在我提着脑袋挂裤腰带上面跟你打，我没命了，我怎么跟你打日本人？要哪天申谷过来把我给抓了，上次在审讯时我又那么玩的，指不定他怎么弄我呢，我真是跟你打不了了。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了？日本武装侨民计划，日本已经占了东三省，武装侨民计划就是他们为了全面侵华做准备的。你知道五大日租界有多少侨民吗？几十万侨民都是后备军，一旦这个计划启动，中国将面临一场深重的灾难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大，你所说的我全都明白，但是我更了解我自己。你让我不眠不休几天几夜倒腾过东西出来，我一点问题没有，可是你要让日本人抓着我几天几夜对我严刑拷打，没等他们出招我已经全招了。为了你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放我走吧。胖子，老艾，胖子，你舍得我们呀？胖子，我们还算不算是兄弟？这个深谷大佐也太谨慎了，不就是找两个家仆吗？用得着我们黑龙会出吗？就是是啊。哎，什么人？哎，走，走，站住，站住！什么人？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家仆，抓起来！我站住！住手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要走，我不拦你，但是我要你记住，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南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，南总。我现在就要。走了，走吧。啊，明美小姐，我约你来的，我能不知道你是谁吗？开个玩笑而已。生气了？这可不太像美丽善良大方的林奈小姐啊。送给你。大蓝君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有什么事儿才能约你是吧？那送你回家吧，走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介意纳兰君来找我的。
什么时候都可以。真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吗？你就不怕你的长辈反对你？我跟高桥可不一样，我是中国人。所以宁愿躲在机关室看守，也不愿来帮哥哥的忙。机关室是什么地方？一个老人还能看守？不是要松下老大人看东西了，那边有的是机关，谁想进入机关室都会被机关所伤，非常严密呢。啊，不过也是啊，天水秘书长为人那么随和单纯，逼他从政确实不太容易。你看领馆那些人，别看平时都笑脸相迎，其实一个个都鬼得很。纳兰君，我看得出来，在这方面其实你比哥哥能干，你愿意来帮助我们吗？这个要怎么帮啊？你是想我去跟你哥哥谈谈？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门九号贵宾房就是东少的。
去的事情。好，先去了，谢了。我送。来。啊，干。二位要你当救护。刘丽子小姐，你看多危险呢、啊！要不是纳兰及时赶到，后果真的不敢设想。第一次经历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想想都觉得后怕，一连几天都没有睡踏实。一闭上眼睛，我就想起当时那可怕的情景，以及珍妮的脸，耳边响的都是当时的枪声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的脸色多难看。啊，再吃点吧。我吃不下，对不起，浪费了牛排和红酒。跟你的健康相比，这些算什么？那我吃块他的总可以了吧？真不要脸！我不用，我一会儿就进去了，你自己带着吧。啊，那礼拜三说好了，我派车来接你去我家，有个惊喜给你。礼拜三我在这儿等你来接我。我走了。快上车吧，别着凉了。啊。你不是在跟彻谈恋爱吗？我感觉错了。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去表演了，没工夫跟你闲扯。哎，我要是把今天的事跟彻说，你也不打算跟我谈谈？你是在威胁本小姐吗？我就是在威胁。